此时大风又吹起来了，最棒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很高兴，刚刚呢那些话剧呢演得非常非常好，那非常感谢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从一岁到六岁，因为真正我们的婴儿的阅读已经推了14年，在这14年当中呢，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老师、各位家长们的陪伴、老师的用心，那么教育儿呢太重不行，太轻不行，他拿捏的刚刚好。所以呢，感谢各位辛苦老师，格兰老师，跨国跨界的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你们。还有呢，一有的政策，我们也希望把它推得好。压线呢，对教育呢，我们也是县政推动的目标。那非常感谢一年能在一位大力的支持。压线的预算呢，第一年240多亿，第二年250多亿，第三年270多亿，第四年呢？也就是300余亿，但是其中的100多亿就溢注在我们的教育，我们没有排挤到预算，非常感谢我们陈师妹，这个教授呢，能够呢，对我们的幼儿的教育政策做得这么的好。那因为县政府呢，在这14年当中，我们希望从小就有阅读的习惯，也感谢爸爸妈妈们，谢谢你们的辛苦。现在小朋友们少子化，大家都要陪伴。那我们呢，这个陈师妹老师呢，这个七项的主轴，希望呢让家长们还有小朋友们都能够疗愈，希望呢对教育的重视，大家都一起努力。那呢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有所有的家长、眷属们，我们团体合作，让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快乐的成长，认真的学习，德智体群美，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对的政策就向前走，不对的我们要告诉他，那改进是进步的。所以非常感谢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对我们的家长，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希望我的孩子都能够快乐健康成长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有舒感了，好多小朋友都会有很多的为什么，心里又有很多的疑问，我想我们可以通过阅读，通过陪伴，通过适度的引导，让孩子把自己心里面的疑问给说出来之外呢，也可以让孩子呢跟家长有更多更多的互动哦。其实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，我的小朋友可以在那边待上一整天，连中餐的时间都可以忘记哦。所以我想阅读不是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跟目标，而是随时随地只要你想就可以阅读，而且永远都不嫌晚。我希望这是最好的陪伴，也是最温暖的陪伴，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可以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跟他一起阅读，这不是一个习惯的培养而已，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爱的扎根。所以在这边祝福大家都能够有非常好的阅读，然后阅读其实它是除了我们的刚刚说的这些习惯的培养之外呢，我觉得阅读它除了是一个陪伴之外呢，它更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互动哦。我常常在跟宝宝看绘本的时候，他们很小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，但是它这是一个算是跟爸爸妈妈之间很好的一个互动，所以在这边祝福大家都能够良好的阅读习惯，培养一个跟孩子之间爱的一个桥梁，祝福平安。谢谢，很谢谢我们评委的分享，谢谢。
我们今年台南县的婴幼儿绘本疗愈阅读的书展，要特别感谢台大的陈淑梅小姐，好像是你们家宝贝，长成他们家宝贝了，好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也欢迎礁溪乡公所的陈馆长，欢迎。